阿斯罗犬相亲，今天这只大黑狗一放出来就有点不太对劲啊，在整个猛犬基地巡视了一圈，最终走到了中亚牧羊犬面前。经过检查之后才发现啊，这只卡斯罗犬目前正处于走水期，仔细检查才发现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期，今天就可以搭配了。他也非常有眼光啊，一下子就选择了这一条140斤重的中亚牧羊犬想当他的对象啊。中亚牧羊犬这时候也是急得不行了，不断的适应狗主人要将它放出去让他们搭配成功。狗走水期散发出来的气味是非常浓重的，对于狗来说是极具吸引力，哪怕1公里之外的狗闻到味道都会前来相亲。中亚牧羊犬表现出了非常渴望的眼神，迫不及待的想出门跟这只大黑狗见面了。但是狗主人却并不想让他们搭配，前两个月就是有一只高狼犬一不小心搭配成功，最终难产导致悲剧发生，所以咱们养狗不让它生小狗了，算了吧。